今天老友到访，天气又非常好啊，这个周末真的是非常好。现在呢，我们准备一点那个晚餐啊，我们呢也在这里搭了个台子啊，在这边呢喝点茶，然后晚上这里喝点小酒啊。然后成都还是有很多过来露营的，这就是周末的生活。我们成都人比较喜欢耍，周一到周五好好工作，周末呢就好好过来放松。这个草坪的话，现在都搭了好多帐篷啊，都已经搭好了，晚上他们就可以露营。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应该这边的帐篷都会搭，这个草坪都会搭满，那气氛还是直接拉满。今天就是小刘这个大厨，然后去下厨啊，又去刚刚又去上面拿了一点那个，哎，我今天铁了会打的呢。哇，这个排骨晚上下酒还是真的不错。然后蒸一两个，还是蒸一两个蔬菜嘛就可以了。那蔬菜煮点汤嘛，哎，昨天没吃成，今天把它吃成。要得，我今天早点煮。啊，我就是看到早点。那你去煮，这样我就陪他们聊天，晓不？啊，我就负责接待，小刘呢就负责下厨。好，哦，辛苦了媳妇儿啊，不好意思，来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儿媳妇儿，把火升起。要今天弄早点，要不然吃饭的时候都去了，大家都已经饿人了。看，我们做完饭之后，这个锅儿就直接挂到树上，烧水。好酸爽，除了水比较冷以外，其他都挺好的。哦哟，柴高了，没事，我烧了它自己落下去。先把这个排骨丢下去，哇塞，这样煮起才安逸。配腊肉啊，萝卜是标配，所以说没得法了，今天又来切萝卜。哎，哟，你硬是还要去串串，里面那个大的，哎，对，对，对，这不小的吗？差不多可以吃了啊，农场的菜比较多，先争取把这批萝卜先把它吃了。我看我真骗人，停在后面就行了。哎呀，还是这么帅啊！啊，这就是以前我们的公司的内容总监，好久不见啊！在我们的电商的老罗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到里面坐。来过的嘛，这里来过的嘛。没来。我还有 ，Hello。我没来过。要不仅仅是十个和尚在那儿耍，他们家两个，我们家两个都是儿子。哎，对的，咱就不给好耍了，来坐吧，小马来，你们去玩吧，好不好？你就是他。妈妈小心一点。嗯，好的，你们也都小心一点啊，不能离火太近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水滚烫的啊。一会儿这边煮的猪肉，要不然就得吃你们了，知道吧？懂不懂？懂。哇，三罗。哎呀，这个香肠。香。好香啊！闻起来太安逸了。来。那不嘛。香香，甜的。烫的。哎，这刚刚煮熟的，肯定烫啊！个崽子！那块上面是吃的够，对不对？猪耳朵，来来切了，排骨再煮一下。好香啊！来，大小姨，倒萝卜下去，然后把排骨搂起来。这两天试吃了这个排，吃了各种辣货，才发现，哇塞，这个排骨是精华中的精华，要这样子拿起来啃才过瘾。哎呀，就是这个感觉，过年的感觉来了。排骨切长点，等会儿咱们吃就更有感觉。哇塞，这一盘辣货！来，我们今天晚上先把猪菜上起来。好，要得。放在这上面可以保温。这个是我们新发明的啊，这个凉了就不好吃了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它加温，一直吃一直是热的。嗯，好香啊！我先弄其他的，哇，好香啊！腊肉炒莲呗，起锅。可以吃饭了。萝卜汤，哎，腊肉煮的，对，哦哟，哦哟，好，辛苦你了，媳妇儿今天，嗯，你来，来，准备开席了啊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席，哇，哎，三二一，来哦，哦，我要吃排骨，我
晚上吃这个甜的好吃，我吃个香肠。有点手气，我说，哎，感觉。嗯，这热的肯定硬是安逸了，就这么样了。热的安逸，好香，嗯，好香啊！但温度刚刚好，不烫又不热。如果买那个的，半上都已经冷了，晓得不？可以再大一点。可以。那儿多一点，哎呦，没那么。又冷了。来吧，我们先去碰一下啊！我们也是两三年没见了，来，来吧，嗯，来，大哥来，你来举一下，好吧？这种感觉是真的很舒服。安味的没那么辣，鸡皮不辣，辣些哦。这批也没好辣的，然后广味的不要太辣，多香啊！拿把那个肉味抢了。这就是我们农场自己喂的猪，赶口，喂了一年，然后喂了粮食，然后那个是，而且是正宗的黑猪。整个垃圾桶，这个猪太肉太有嚼劲了，排骨巴适。嗯，排骨香得很。哎。这个感觉就比昨天的安逸多了，为啥子？因为今天时间待的，刚合适噶，那就是热的，嗯，偏寒下子，太好吃了，腊肉和香肠味道，嗯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太香了，嗯，感谢老板，里脊肉在这个，在这个外头里脊肉，嗯，来来，一起再喝，来，咱们有点感觉不够吃了，今晚上好像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噻，啊，要的就是这感觉，感觉有点不够嘞，我吃了吃了又吃了，昨天晚上还没上桌子就差不多了，我吃完不够又流水席，这排骨可以当零食吃，安静啊。